高大吉吧。啊，姓高是吧？高大吉你好啊。咱们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？这叫猫尾。江苏。江苏宿迁。宿阳。宿阳。江苏宿迁，那个宿阳猫尾的。猫尾的是吧？对对对。咱们这个巧克力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？其实我们家今年刚种第一年嘛。第一年是吧？第一年正好就两个小帅哥来的。来就说就叫我们家讲充分的嘛，我们家这个苗不太好，就是栽两边嘛，第一边是的，然后就是第二边，这个效果非常好，这个还没买一次还没买了，这个里边这些谷子不都横了，这个花，你再看看这个我们家这个谷子，对，看这果子，对对，就是到现在为止用了几次了巧克力。用有四五次吧，四五次就是从开始从开始就用的，一直在用是吧？一直在用，一直在用啊！对对对，每次用量大概在多少呢？每次就是每一个棚子里边就是一包，一个棚一包，这个棚大概有一亩三嘛，一亩三分地啊，一亩三分地，一包肥料，对，正好用一包巧克力，嗯，还用其他的肥料吗？是掺到一块吗？苗螺，还有那个叫。中粮元素吧，中粮元素是吧？对对对，都掺到一块去用，搭配着使用的啊。是的，是的。用完巧克力以后，你感觉你这个草莓有什么变化？有什么这个好的表现吗？变化很大，就是我们家这个，就现在很满意，就是买下来嘛，买下来这个果子或者这个花，很好。这花很好，我说果子还没下来。对对对，果子还没下来，应该年前年后能下来吧？您对巧克力满意吗？感觉满意，满意，满意是吧？对。那什么吧，咱为咱巧克力点个赞来。好的，来啊，说我对巧克力很满意。巧克力很满意。